颜色中多慌，走过透过镜头出现渐渐离世别人的想象，把黎明纪录片的桥段再播放，有种距离欣赏正邪对立的两法，我握紧拳头开始习惯那一呀欢呀的手段，恐惧来自对人，冬天的想象不敢毛利在原地打转，正义的解决的答案是微笑不敌抗，被原谅